五分钟叮出粒粒果酱。起身啦，老公。先生唔会帮我哋 game game 佢先啦。吓，但我赶时间翻工喎。嗱，五分钟搞掂噶啦噃。五分钟。做果酱一般都将切好嘅水果煮烂，再加糖，需时大约一个钟。其实短短五分钟都可以叮出新鲜嘅果酱噶。先将蓝莓略为压扁，唔好压得太烂啦，否则就冇粒粒果肉嘅口感啦。嗱，压完啲蓝莓之后就可以加啲糖浆啦。嗯。之后再挤几滴柠檬汁，然后放入微波炉，以中火叮两至三分钟至结身。果酱已经做好啦，因为唔含防腐剂又冇落糖，所以果酱最好即时食用，放雪柜亦都只可以 keep 到一日咋。好 sweet 啊！